常会长给我们发言致辞。好，谢谢各位，各位，我看我们今天这里聚会啊，老中青三代都有啊，老中青三代，而且还有，孙子辈的人都有，对对这个四代一定是有的，四代同堂聚会，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聚会。我在这个赛兰哲，我们两个来香港参加校友会的活动啊，我觉得是有两个可以体验，一个体验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张小雨他讲的，他是我大学同学，来体会这个台风。没遇到过台风，也是据说是最大的一个台风。我们今天早上从武汉坐高铁过来，还有点担心能不能按时赶到这里。所以这样一个体会，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个深刻的感受。第二个体会就是我们再次体会我们在香港的这样一个武大的校友的这样一个情怀，校友的这个感情。这一点，我2011年的年底。当时参加港大的100年校庆的时候，跟咱们香港校友会的钟会长啊、郭会长，还有很多校友学长们都见过面。那么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参加我们香港校友会的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咱们应该这种武大的这种情怀啊，武大的这种感情，是咱们永远的这种人生里面的最宝贵的一种记忆，最宝贵的一个情感。所以我觉得我来这里体会这样一种情感，对我来说是一次最难得的享受。刚才张小雨讲，香港校友会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校友会。确实，我们武汉大学的校友会有180个校友会，真的180位校友会，就是海内外我们180多个。香港校友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校友会，是最重要的校友会。那么它代表了我们两岸三地这种特殊的这种因素。所以我想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啊，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上来的很不容易，我们早上坐高铁过来以后，因为时间已经很紧张，12:30钟到深圳北，找了一个车就赶快过来，还一路还顺利到了这里来了。所以我想我们会好好的体会我们这种校友的这个情怀，武大的这种感情。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年的话呢，是我们大学120年校庆，而且刚才牵的这个旗子呢，是我们一个校庆的祝福的旗子。我们今年在11月29号是我们的校庆日，11月29号我们那一天以及前后我们要举行一系列的活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一面旗子要拿回去，在武大里面我们要把它展示出来，就是向我们的师生员工校友展示，这是我们香港校友会的一个标志，在我们那里展示出来。我们也欢迎我们各位校友能够在11月29号前后，包括现在开始回到学校去参与我们的校庆，我们共同来分享我们武校120年这样一个生日，这个双甲子两个60年这样一个难得的生日。最后的话呢，我也祝我们各位中秋刚过啊，祝我们各位这个佳节快乐，国庆节、中秋节这样一系列节日，大家节日快乐。也祝我们在这个一个我们这个台风啊，刚才张宇哲说我带来的台风啊，让我多费时。我希望我能够带来这样一种我们的这种情感的风暴，我们享受这个情感的风暴。谢谢。那么呢，我们会跟校友会呢就签一个合同，其中呢主要的是款项用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会捐赠一棵树，这棵树呢就是校友铃铛的一棵树，我们现在挑选的就是在校大门广场的一棵樟树，遗址六500000元的校大门一棵樟树，并且呢，到时候会在那个树上挂一个牌子，就是说是我们武汉大学香港校友会捐赠的。那么以后大家去了武汉大学的时候，可以去找找这棵树，因为是我们香港校友会捐赠的。那么另外还有剩下来的钱呢，我们就会做一个香港校友会校友年度捐赠助学金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呢已经有50000块钱在里头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在帮我们在更加的做一些捐赠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些捐赠活动都是多多益善，少少不拘。那么我们有一个名单在这里呢，到时候呢，如果捐赠以后呢，名单和款项呢，我们会一起报给校友总会里面的。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现在这个协议呢，我们今天就由耿会长和我们的钟志强会长呢来签名一下。好，来，大万岁！来，统一点，五大万岁！一、二、三。
五大万岁！好，谢谢大家，谢谢，来。老李，好，好，签签。好，把这个拿着我手。好，好，好，我手加快点。1、2、3。好，好，再往下。好。祝五大120周年生日快乐！嗨，我在香港，现在很想五大，祝五大生日快乐！耶、yeah! ！我祝我们学校罗女儿名强，学风名芳。东湖之滨，珞珈山下，祝武汉大学诞辰120周年快乐！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祝武汉学子友谊地久天长。祝福母校科学研究教师育人越来越出色。好，你们好。学校，母校好。希望母校以后多跟我们联络。我们香港武大的毕业生也不少的，可能有几百人。年薪上呢，不是很多。光我们水利学院都有100多。希望多联络，祝母校发展越来越好，谢谢。母校120周年校庆，在这里的话，我祝母校的话呢，更青春，更美丽。我们这个一代人的话呢，是跟新中国是一起成长的。我们说，如果戏入人生呢，就戏没完；人生如戏的话呢，就戏没完了。人生如梦，这是我的梦，中国梦。人生如梦，我的梦，中国梦。戏，我的梦，梦没醒。祝母校，我们中原母校，我们跟随母校，永远永远的在一起。
土建学子祝母校生日快乐。耶、yeah!亲爱的母校，首先祝你120周年生日快乐，祝你发展越来越好。离开了珞珈山才知道真的非常的想你。今天我以武大母校为感到骄傲，希望日后以后母校鱼尾纹。在清水湾畔想念着珞珈山上的老师同学，祝武汉大学120周年生日快乐。我刚刚才离开武大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十分想念美丽的武汉大学。正值马上武大生日，祝我的母校越办越好，有更多的高端的人才来到全世界各地。祝母校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之前在珞珈山下的青葱岁月，现在我们在香港的狮子山下依然带着母校交给我们的所有东西。现在我们不仅在 QQ 群中有交流，也非常感谢校友会组织这次活动，让我们在现实中聚到了一起。在母校120周年之前，我们衷心的祝愿母校越来越美，越来越好。一二三，OK。